겨우설은 8주차 복습 영상. 말다툼할 여력이 어딨어? 나 하여 신스 나 비엔뇨아. 是不是 跟 许환山 나 비엔뇨라? 생활이 너무 艰难, 维持家已经 너무 不容易了. 나 하여 신스 나 비엔뇨아. 그 일이 너한테 맞는 게 확실해? 你确定这份工作适合你吗？你确定这份工作适合你吗？不确定啊，我也不知道。 너희 눈에는 내 삶이 아름답기만 하구나. 看来我的生活在你们眼里都很美好啊。我不怕你笑话，我以前呀还老梦想着能够拥有一个像你那样的家呢。看来我的生活在你们眼里都很美好啊。 그럼 각자 연락해보고 이따가 만나서 결과를 보고하죠. 那大家都先联系一下，一会儿碰头汇总结果。小陆，你也让你们市场部的同事分别问一下跟我们关系要好的同行，问问他们那边有没有库存。那大家都先联系一下，一会儿碰头汇总结果。好，好，好。小凡，你跟我过来。 왜 그렇게 고집을 부리세요? 你怎么那么倔呀，爸？ 您怎么那么倔呀？您这是眩晕症，知道吗？ 돈이 중요해요, 건강이 중요해요. 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啊？那钱都交了，你不做，这钱也退不了。真退不了了？退不了了？钱重要还是身体重要啊？嗯，退得了，退不了？退不了了。이 일은 미룰 수도 없고 피할 수도 없어. 这事拖不得。 也逃避不了。你该忙就忙你的。我待会儿喝完粥就回家了。这事拖不得，也逃避不了。 당신을 빈털터리로 내쫓지는 않을 거야. 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我们离婚吧。我错了，我不能离婚。我不会让你净身出户的。那你打算让他净身出户吗？ 아들 양육권은 당연히 내가 갖고 불꽃축제에서는 당신이 가져. 차 공장은 내가 가질 거야. 아들의 부양권은 그냥 归我. 연화 공사 归你. 차상是我的. 아들의 부양권은 그냥 归我. 연화 공사 归你. 차상是我的. 这套房子卖了以后作为分割. 우리 사이에 해결할 수 없는 갈등이 생긴 거 맞지? 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吗？原来你一直这么看我。是我们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对吗？即使没有林悠悠，我们俩也过不下去了，是吗？ 이건 유치원에서 당연히 지켜야 하는 안전 수칙이죠. 这也是你们幼儿园应该做到的安全准则吧？我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您说。 我不希望除了我之外的陌生人接近我儿子，这也是你们幼儿园应该做到的安全准则吧？啊，我们都有严格做到的，这点您可以放心。 다시 한번 말씀드릴게요. 앞으로는 이런 일이 없었으면 좋겠어요. 我想再特别强调一下，以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您放心，我们不会随便让人接近孩子的。我想再特别强调一下，以后我不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 네가 계속해서 허튼 수작을 부려도 난 상대할 마음이 없었어. 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搞这些小动作，我懒得搭理你。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搞这些小动作，我懒得搭理你。 넌 넘지 말아야 할 선을 넘었어. 你碰到我的底线了。我今天来找你，是因为你动我儿子了。你碰到我的底线了。 看来你底线不是许幻山的，这是我的底线。但是他这次呢，踩了我的底线。잘 들어， 이건 마지막 경고야。你听好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你们不离婚是因为你们有孩子，要是没孩子，你试试。你听好了，这是我最后一次警告你。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这个事儿。
이 사람이 널 위해 쓴 모든 돈은 우리 부부의 공동 재산이야. 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酒店的钱，你的房租，一笔一笔给我算清楚。他为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夫妻共同的财产，我有权利让你还回来。 남자가 숨기려고 마음먹으면 못 숨길 게 없나 봐요. 看来男人想藏住一件事情就一定藏得住。我从来不知道他一直玩游戏。看来男人想藏住一件事情就一定藏得住。 그에게 책임감을 배울 기회를 주지 않았어. 我确实没有给他机会学会承担。这个事儿他不喜欢。 那个事儿他不擅长，那我就多帮他做一点呗。可日子长了，我确实没有给他机会学会承担。 실패를 다른 사람의 탓으로 돌리고 싶지 않은 거야. 不想把失败算在别人头上。到这个时候，你还做自我检讨，不是真的夫妻。不是的，我只是不想把失败算在别人头上。 모든 잘못은 나부터 고쳐가야 하니까. 所有的错误都应该跟自己清算。所有的错误都应该跟自己清算。 네가 사랑에 빠진 건 그 남자일까? 아니면 그 남자 몸에 남은 다른 여자의 흔적일까? 你爱上的是这个男人，还是这个男人身上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痕迹？你第一次见许幻山，他就给了你个创可贴。 你觉得这个男人好温暖？你爱上的是这个男人，还是这个男人身上属于另外一个女人的痕迹？ 네가 탈 비행기는 1시간 후에 탑승 시작이야. 你的航班是一个小时之后登机的。你是我一直想成为的那种女人。如果没有许幻山夹在中间，说不定还能成为朋友。可惜没有如果。 네 항반은 1시간 후에 등기다. 다시는 보지 말자. 후회无期. 如果你想通了，就可以去安检。 후회无期. 후회无期. 찾아보니까 9시 반에 상하이행 비행기가 있는데요. 시간 안에 갈 수 있겠죠? 我查到还有一班9点半飞上海的，时间应该来得及吧？去哪儿？去机场。我查到还有一班9点半飞上海的，时间应该来得及吧？ 서두르면 될 것 같은데 부탁드릴게요. 要不您开快点，咱们试试吧。9点半？那你肯定赶不上了。从这儿开到机场40分钟吧。要不您开快点，咱们试试吧。 그 사람이 뭐라고 하든 내 결정은 바뀌지 않아. 不管他怎么说，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想通了，也就轻松了。许幻山怎么说呀？不管他怎么说，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定。 마음이 정리되면 돌아갈게. 等我收拾好心情就回去。 再浪荡几天吧，等我收拾好心情就回去。那你每天都要在群里报平安。 많은 부부들이 갈등이 있어도 참고 살아가지만 난 못하겠어. 其实有很多夫妻他们之间有隔阂也能过得下去，但是我做不到。真的要这么坚决离婚吗？我其实认真想过这个问题。 其实有很多夫妻，他们之间有隔阂也能过得下去，但是我做不到。 오늘부터 내리막길을 걷고 싶지 않아. 我不想从今天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因为前面10年实在是太美好了。我不想从今天开始就一直走下坡路。 당신을 믿었던 만큼 지금은 당신을 믿지 못하니까. 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我之前对你有多信任。
现在就会有多不信任。이미벌어진일이야돌이킬수없어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回不去了。你原谅我一次。有些事儿发生就是发生了，回不去了。예전에는당신마음속에가장아름다운파란색불꽃이나만을위한거라고생각했어我以前觉得你心中最美的蓝色烟花只为我一个人燃放。我以前觉得你心中最美的蓝色烟花只为我一个人燃放。그런데그믿음이무너졌어但是这个信念崩塌了。但是这个信念崩塌了。지금까지는내가당신대신일을해결했지만이번일은당신이직접해결해야돼以前的事儿都是我替你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自己面对。以前的事儿都是我替你扛，但这件事儿只能你自己面对。이집은못지킬것같아估计这套房子是保不住了。我也没有其他办法了。估计这套房子是保不住了。전에집을담보로대출을받았는데회사일로저당까지잡혀있거든팔리면다행이지这套房子之前欠了些贷款，还帮公司抵押着。现在万幸就是把它卖出去。这套房子之前欠了些贷款，还帮公司抵押着。现在万幸就是把它卖出去。집을이미인터넷으로내놓았어我这套房子已经挂在网上了。小琴，嗯，有件事还真得你帮我。你说。我这套房子已经挂在网上了。전회사동료들한테좀알아봐달라고해줄래你能不能找找你以前物业的同事，让他们帮忙问问？你能不能找找你以前物业的同事，让他们帮忙问问？여기사는주민중에집을사려는사람이있는지말이야看看这个小区的住户有没有要买房的。看看这个小区的住户有没有要买房的。我觉得这样可能是最快的办法。어쨌든정보는인터넷에다나와있고집을보고싶으면언제든지와도돼反正信息网上都有，想要来看房随时都可以。没问题，你回头把链接发给我，然后明天他们一上班，我就让他们帮你办。열심히해야해요절대법을어기지말고요你可好好的，千万别再干什么出格的事儿。说不定，这把该着我发达了。靠不靠谱啊？你可好好的，千万别再干什么出格的事儿。你好好的，你好好睡吧。이집에이사온이후로꿈을꾸는것같았는데이제꿈에서깨어났어요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现在梦醒了。自从搬到这个房子里，我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现在梦醒了。这几天就彻底的放松，好好的享受。就当是做了一场梦一样。일단눈앞에있는일부터하나씩해결하려고요그리고다시시작해야죠先把眼前的事儿一件一件解决好吧之后重新开始后面有什么打算吗先把眼前的事儿一件一件解决好吧之后重新开始我就想把眼前的事儿做好모든일은과거가되었고나도마음을내려놓았다蝴蝶过山门轻舟过重山刚刚我走出那道门突然想到一句话什么蝴蝶过山门轻舟过重山업계의신인인공산차가이런특별한영예를얻게되어서저와브랜드모두에게정말뜻깊습니다공산차作为行业的新兵能获此殊荣对于我个人还有这个品牌都是意义非凡
感谢协会对我们的肯定。空山茶作为行业的新兵，能获此殊荣，对于我个人还有这个品牌都是意义非凡。앞으로도초심을잃지않고계속노력하겠습니다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忘初心在未来我们会继续努力不忘初心이윤주구와동시에다양한공익사업을펼쳐더많은사람에게깊은산속의이야기를알리겠습니다在做商业的同时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在做商业的同时也结合更多的公益事业让更多的人去了解那些深山里的故事갈피를못잡는나날들이우리를눈부시게성장시키죠正是这些大小的慌张变成了闪耀的成长三十岁这一年总算要慌慌张张的过去了正是这些大小的慌张变成了闪耀的成长서른살은시간이청춘을조금앗아간나이일뿐이에요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三十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하지만우리에게바꿀수없는경험을주죠사랑을경험하게해주고더나은삶을추구할동력을줘요带给我们的却是独一无二的阅历体悟情感的经历和追求更好的动力带给我们的却是独一无二的阅历体悟情感的经历和追求更好的动力。